Well, hello, hello,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Oh yeah, man, 确实。除了这两个以外，巴菲特还提到了西方石油和日本的五大商社。他表示，这两者都会是。这是我今天用的包。走路上班实在是太饿了，我必须得去搞点吃的再工作。哇啦，这是我今天的早饭，看着还不错吧，也挺便宜的。Oh my god. The store, and I'm just like, oh my god. Oh, your friend?
前打电话，他就又一大早起来给我离大谱，今天不是在家工作吗？我休息的时候扭头看了一下窗外，这一看吓一跳，有个人他从楼顶像老鼠一样逃窜，然后从救生梯一直逃到了人家的院子里，然后又从院子里那个老太太家进去，然后又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半个小时之后警察就来了，全部都包围，还去了我们楼，后来还来了我家，问我看着歹徒逃窜的方向了吗，我说看着了，我还给人家指。回头警察叔叔特别感谢我，十分钟之后歹徒就被抓到了，然后还给我留了电话，说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他。我就离了个大谱，这一大早的，今天就不应该在家工作。Oh my god！纽约这座不眠之城总是让人心跳加速，从晨曦中的高楼到夜幕下的霓虹，每一刻都充满了无尽的可能。这里的街道是梦想者的跑道，每一个脚步都在追逐未来，无论是喧嚣的繁华，还是街角咖啡馆里的静谧片刻，纽约都在呼唤那些敢于突破的人。愿你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拥抱每一个闪闪发光的瞬间。纽约从不等待，我们也不该停下脚步，让我们继续前行，精彩在下一秒。